那个航天晚会怎么样啊？我得答会人家了。去啊，为什么不去啊？这是我的荣幸嘛。行，那我就答应人家了啊。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，对形象挺正面。再说，说不定还能碰到于老师呢啊。于老师那么优秀，也许当个嘉宾什么的。嗯，说不定。我走之后啊，你再回来就没有热情如火的我迎接你了，别想我啊。马上我要出差一个月，没时间想你。能不能给点面子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跟棉花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你是谁啊？你是咱们图神呢，你不应该现在这样啊。走吧，我送你。航天晚会怎么样啊？我得答会人家了。去啊，为什么不去啊？这是我的荣幸嘛。行，那我就答应人家了啊。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，对形象挺正面。再说，说不定还能碰到于老师呢啊。于老师那么优秀，也许当个嘉宾什么的。嗯，说不定。哎，上次庆功会于老师就没来，回头你有空了，请于老师吃个饭啊。再说吧。箱子这儿，晚安，早点睡觉啊。嗯。晚安，晚安。